们平安，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五月即将来临，在这个甜蜜又幸福的月份，绝对是你带家人进教会的最佳时机。下周六晚崇及主日，由刘群茂主任牧师分享，主题为 Love GBT 家家爱之语，听完绝对让你轻松说出爱，让家更幸福。青丛则由萧一隐区监督分享，主题为这样的人生还有救吗？鼓励弟兄姐妹邀约新朋友一起来参加。下周为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领受圣餐，让我们一起在崇拜中纪念我们的主。今年的母亲节，一起创造与孩子难忘的亲子时光吧。母亲节欢庆主日时间就在5月13号周六晚崇，以及5月14号的主日，当中有尊荣妈妈行动与儿童感动演出，还有给妈妈的惊喜好礼，新朋友妈妈加码福袋。当周主日在夏凯纳一楼大厅，还有爱之语趣味闯关，让亲子可以一起同乐表达爱，完成闯关的还可以免费兑换限量的双麒麟圣代哦。一楼户外广场还有亲子拍照打卡区，特色的行动餐车大集合，以及公益慈善摊位，超丰富的内容，快邀妈妈以及新朋友全家一起来吧。你渴望更深了解真理，在神的话中扎根吗？圣经真理系列课程罗马书成圣之路释放的喜乐来了，时间在6月2号礼拜五到6月3号礼拜六，课程由丁家运牧师授课，鼓励门徒班结业的弟兄姐妹踊跃上教会 2.0 APP 报名。而6月3号星期六，特别由于讲员面对面 QA 的早餐时光，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咯。渴望祝福以色列的你，知道该如何向犹太人传福音吗？宣教团队家门口宣教来咯。时间就在4月30号本周日下午，邀请到选民事工参会台湾分会总干事詹凤林传道来分享，鼓励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一块来参加，之前没有报名的也可以来哦。每位小朋友最喜欢的奥福老师要来咯，儿童牧区马槽亲子奥福音乐 party， 时间就在5月28号礼拜日下午，透过了奥福音乐创意手作，带给亲子最独特的精心时刻。鼓励家中有2到6岁幼儿的爸爸妈妈踊跃上教会 2.0 APP 报名，5月21星期日截止哦。你知道一篇文章一场直播就可以触及成千上万无数的 best 吗？快加入我们的网路宣教行列吧。如果您擅长文字表达，欢迎加入文字义工团队。如果您会电脑基本操作，对网络直播有负担，欢迎加入崇拜直播义工团队，让我们一起透过网络为主大得灵魂吧。报名请扫 QR Code 或洽崇拜服务台。今年母亲节，青年牧区要给每位妈妈最难忘的回忆。5月13不但有母亲节特别青年崇拜，结束后还有默契大考验、爱之语闯关体验和卡片制作等精彩节目。当周的国高崇拜也有感动的现实演出，现在就快跟妈妈约时间，在母亲节一起来教会吧。青年暑期强党营会有双语先锋营，给小六升级生的国中课业先修，异国美食双语互动，还有爱情营，让国高中生知道如何预备自己，远离色情诱惑。最后是英赛特会，由李协聪牧师精彩分享和先知广场，这么精彩的内容绝对是暑假最佳选择，优惠倒数只剩2周哦。鼓励家中有青少年的家长，快上教会 2.0 APP 为孩子报名吧。去年小组有一名弟兄因家庭的关系未能顺利的受洗，我们所有的 RPG 小组一起为这名弟兄能够受洗祷告。没想到今年2月，这名弟兄竟表示想给即将出生的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于是很快的在2月中旬受洗。更感谢神的是，另一位弟兄因他受洗的见证，也表达在4月想要受洗。神真的是做奇妙大事的神。上周 highlight
教会大小事，感谢神，母亲节探访行动持续出击，好多弟兄姐妹带着小礼物出发探访，用爱之语转盘给妈妈，爱的行动，距离母亲节还有两周，快一起跟上福音的浪潮吧。上周六的 RPG 为国复兴祷告会圆满落幕喽，不同教会宗派的弟兄姐妹齐聚夏凯纳，一起合一敬拜神，认罪悔改，为国家祝福，让我们带着复兴的火持续为国家祷告吧。而第一届圣经知识王也在上周圆满落幕了，共有25组队伍和超过百人参与其中，透过趣味竞赛让我们更深了解圣经知识，用胜者还得到精美礼物，大家都超开心，将荣耀归给神。家有喜事，全职同工办婚礼。上周全职同工蔡家荣弟兄与郭义君姐妹一起在上帝与众人的见证下结为夫妻，立约建立基督化家庭，将荣耀归给神。以上为本周教会大小事，更多教会消息请上教会官网或扫 QR Code 参阅电子周报哦。